Oh my god！ 还是谁？你别拍下来，你慢，尽量两点吧。我再拍一张那个李小龙的，来，最震惊的，快点。站着拍，站着拍。好，不要手，会打到东西哦。怎么这么凉啊？快点！我睡着在那凉。快点！快点！我很累，嘴巴要歪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用睡的，好不好？这样很累。在你在那个的时候，有客人一直在迟到。大哥，嘴巴怎么歪？失败了。以前我会表演，现在没有。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再。没有这么放的李小龙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那个神韵在就好了。拿着就好，拿着就好。好，我这样拍就好。啊！不要！不是拿那个棍子耍一下就好，拿着棍子比一下就好。不是，比一下。拿着棍子照一张呢、啊。那我不要照相，真的不要照相。因为我最讨厌照相，这样子不要，那拿着不要照，拿着不要，他最讨厌照相，所以你要照这个。照啊，赌神你要跟我吗？阻碍了你，管你，阻碍神，这背影，阻碍，再被李小龙，拿着就好，不要照了啊，拿着就好，不要照啦，不要照，真是耶，拿着就好了。不要照，你又一直照，很奇怪。你这个人心机很重。不要照，不要拍，我放着，你比就好了。我不要照。你这样子就照照了。好，我关掉。啊，不要照你吧，关掉了。好。哎。好，我关掉。你教我怎么比。不要了。我那感觉了。我要学一下你。不要了。我为什么买双鞋？忘掉。我买双鞋不是因为。然后我拉你玩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表现就不错吗？对啊。在你在那边推来推去的时候，有人已经把它拍成一套 video， 你知道吗？我不是在说我，你知道吗？李小龙能打过，他不想学李小龙的人。对，有一个这样子啊。他最喜欢的动作，哎。他有时候不知道啦。P12 Debug 一样的张国杰。看没有？对，你那还不是经典。我要打十个，记得是十个。你搞叶问吗？这个表情像不像？脚步多像。屁股我绑一下。你讲北霸西雄。你小龙是中国人，他不是 Q 摸。黄伟强，黄伟强，李小龙，李小龙现身。黄伟强，你看李小龙。上来啊！为什么李小龙的脖子上有东西啊？是什么东西？上来，我有这个呢。真两个笑的哈。我们这里泡澡吗？爽不爽？我的爽，爽是哥俩吗？你来。你要玩什么？你玩什么玩到这红心心的？等一下，我把思思问他。抱歉，因为你来当时在那边呢。没啦，还进去了。谢谢台下，谢谢时间长期无法办广告。没有人听你说自己的生活被打扰，最不错的是没有实现的绝望。这一个道理不太奇怪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成都，你生活就是每处的安宁，我们便全部都是有因。这边呢，各位还有别没？哇，哎，人家哈，这高级菜哈，有到到没？要不要都一间啊？对啊，哦，要不要一间？哎，阿罗，你别你来淘啊！我不能，没品的。不要紧啊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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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主要你就主要那样。阿得嫩啊，嫩个东西。你的行为素质现在可以。好了，不要烦了。